下次玩下。我有買贏的那個，我即係已經買了啦。係，因為有個朋友叫我試一下。朋友俾貼啊？係咪朋友俾貼你啊？唔係，叫我試一下，第一次啊。叫我試一下，我唔要。之後佢，你試下啦咁樣，咁我就 OK。咁你買幾多錢啊？唔知幾多錢。咁你咁搞買？可能5蚊。買咗5蚊，冇5蚊㗎，呃唔到你哋添，10蚊啦咁。真定假㗎你？衰女包，真㗎。自堅啦，咪咯，自堅啦，你又即係總之第一次，如果你贏，通常第一次買好中。我唔信，我寧願唔好中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希望我嘅幸運可以留俾有需要嘅時候再用。然後我都知道賽馬會係做好多公益嘅活動，都幫好多人，所以我去買。做善事。係。咁你買多啲啦，買10蚊。可以多一個零嘅，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台灣翻嚟喎，冇錯，我覺得今次去咗台灣去歷練，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。我哋咧有陣時又去搭捷運啦，有陣時又去搭巴士啦，即係去唔同地方，因為我哋係唔同地方去轉。之後第一日係去台北，之後去宜蘭，去台中，再去台南，咁我就喺高雄翻嚟。所以每個地方都即係2日左右我就走啦，住一晚。你頭先話咩？你哋有個 budget 啊，個限制。係。你哋每人夾咗幾多錢啊？咁。我哋每人大概5000蚊左右，就去玩。之後我自己都有拍片，咁但係我就剪緊，我就之前喺社交網站話希望大家等10000年，我唔知幾時剪到一萬年啊？冇錯。我而家都剪咗第一日咋，啊真係我的天，所以剪片真係唔容易，去咗10日。十日有冇啲咩難忘嘢？除咗朋友之外，難忘嘢好熱咯，超級熱，我哋就熱到啲汗都出曬嚟，所以啱啱你話好似冇大隻到，我就覺得啊、哦、多謝你。有冇狂食啊？冇。冇狂食啊？冇狂食，唔知點解。好似胃口唔係幾好，可能因為太熱啦，冇錯。咁但我哋都有食到啲好食嘅嘢嘅。但你嗰5000蚊係用盡定話要洗特啊？我有洗特。洗特。我通常都唔會將啲錢用曬，冇錯。誒，咁咪洗特咪？洗特係用多咗喎，用多咗。我以為你話剩，用剩，用剩。嚇，5000蚊10日都仲有剩㗎？係啊，因為我真係好慳喎你。我是買手信那裡，買手信那裡比較多錢，然後我幫自己買了把梳，因為我是那種天然卷那種，所以呢我梳完頭髮之後它都是會繼續亂，所以呢但是那把梳呢就好像梳得挺舒服，沒錯，而且它可以揼骨的，幫助血液循環。有沒有認得你啊？在台灣有，台北比較多，都是啲香港的朋友，是啊，所以我都很開心可以見到他們，同埋我去了九份去玩，咁嗰陣時候我都見到朋友，係咯，哎呀，真係救命！九份咧，我有個有幾班後生仔，佢咧就話嗰個係咪 Gigi， 之後我嘅朋友話你認錯人啊，咁樣佢真係信啊，唔係啊，佢事後先同我講翻，我就。呆咗，希望嗰班後生仔，即係我哋都係後生仔，希望我哋下次再見面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再影相，因為緣分好奇妙。